竟然用甜的啊，甜的贵宾东西。那人家这样喝的，不是，他是他想要看电视，然后不想这样喝。阿嬷早上打的苹果汁要给爸爸喝，结果妹妹冲过来，我都觉得很酸，都一口一口慢慢喝的，他喝上瘾了。凑过来，他就是要喝，你看喝的整脸都是苹果泥。怎么这么好？而且他是用小狗喝法，用舔的。哈哈，在笑啊！不过这个碗弓还蛮大的，刚好他整个脸下去，挤得进去。对呀，滴到整个脖子了。这样头发会滴沾到。啊，整个连下去了，你看整个连下去了。啊哈，还会偷笑。啊、哦，这么好喝哦。哦，好好喝，好好喝是不是？还发表感言。整个脖子都湿了，笑得这样。好了，爸爸喝，爸爸。你看舌头伸出来舔，你看。奇怪。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还要吗？还要吗？好了啦，好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吃吗？哦，这味道很不错的。这么好喝吗？是不是？好好喝，是不是？你喝到整个脸的啦。不是这样喝的，好不好？骨汁不是这样子喝的，好不好？碗弓不是这样让你这样整个淋下去的。哦，这都叫，这很酸呢。哦，这么好喝哦。喝到整个酸。爷爷。爸爸在做尿布。这么好喝，而且自己想要端着，很想要端着。